他正式接下这个棒子，等于承诺说那个柯佳嬿一定会来一次我们的。哦，他是交换条件才当上小队长的吗？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我如果没有去他小队长位置会被撤掉吗？不好了。你说保住他小队长的，不要玩自己应征小队长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听到的时候，我是没有想到，感觉蛮意外的，可是也很开心。我是没有想到首尔电视节会颁这个奖给我，然后我知道他是观众票选的奖，就感觉很开心，就谢谢。很多投票给我的粉丝朋友们，他正式接下这个棒子，等于承诺说，那个柯佳嬿一定会来一次我们的。哦，对呀、啊，综艺去参加综艺。之前宪哥说，柯达当了小队长，条件就是要请柯佳嬿上台节目。他是交换条件才当上小队长的吗？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我如果没有去他小队长位置会被撤掉吗？不好啊，我不知道，如果我是觉得如果我突然跑去上节目也很怪啦，但如果有帮他一把，如果有比如说戏剧宣传你需要上一些节目，那制作公司如果有安排有对上的话我是不排斥。欸、你说保住他的小队长的，我不要，我要自己应征小队长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